如果它的尖尖射到你眼睛的好不好？哦，我帮你射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射。呜、哦，这样太危险。哇！你又打到我了，怎么办？够了啦！我要拿剪刀把它剪掉、哦。不要啦，这是我的纸飞机耶。可是你用它打我啊！你看我去那边。哇！怎么突噜噜噜噜那个跳那个是什么舞啊？嗯，肖老师教你们跳的、哦。哇，投进哎，投进到战斗陀螺里面。嗯。我不见了，你找不到了。你不要射很高吗？好。哇哦，怎么会在空中转圈圈？射很高，哇，转到墙壁了。要射很高，射到那个太开阳那边去。哦，嗯，好像火箭要直直的飞上去一样。火箭发射！哇！火箭！转到手机。爸爸，刚才他飞到最降落了。对呀、啊。刚刚它慢慢的漂浮，对不对？刚刚它有漂浮哎。你要跟它说飞太远吗？没有。我找不到了，糟糕！找不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的飞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我也没有看到耶。我找到了。啊？怎么躲在那里？一下子就被吴信义找到了。呼啊！咻！还撞到那个星星椅。